从小就被各大媒体关注，黑到底还能继续待在演艺圈，都不会避讳变性的话题，这变性的典范。你为什么 MVP 要当两个爱哭鬼？最惨艺人抗压挑战赛，压魔花，我想你的意见。有没有阿翔在里面？怨念很深的亚萍，这么厚违规的罚单，违规张亮，哇，跟你一模一样，跟你一模一样，傻也骗人。